그런 것을. 可以放了你，但是你出去以后要告诉松本，我在这间房间。不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我让你告诉他就告诉他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回去吧。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。他在陆春梅的房间。好，我马上。中国人の男が出たのを見たか？報告、見ていません。今から厳重に警備しなさい。出入りは一切禁止。分かったか？はい。タイ殿、タイ殿、中国人の男が調査室に隠れて鈴木長官を気絶させました。早く見に行ってください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没做梦，我来救你出去的，啊！不，你的命比姐重要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姐，除了小鬼子的命，咱们的命都重要。少奶奶，快点吧，没有时间了。小鬼子马上来，时间紧，咱有话回去说，走。站住！双手举起来，转过来，动作快点！虎套！出了这个门，再往前走50米，往后面有人接应你们。英豪，跟姐姐一起走，别再冒险了。姐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办，放心吧，肯定没事的。英豪，回去好好养身子，这个月受苦了。喜官，哎，带我姐走。放心吧，陆少爷，少奶奶，快走吧。誰か出たか？いや、すでにすべての出口を封鎖した。
門を開けろ。はい。ここは冷凍室。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るはずがない。待とう。小姐和白喜贵儿都出来半天了，这少爷咋还没出来？别着急，再等等。不能出啥事儿了吧？如果陆彦豪出事儿，鬼子不会这么安静，放心吧。松本君、門を開けろ。はい。